票。你做梦。新加坡资深歌手徐美静在中国南京开唱，不过全长2.5小时的表演，有一小时和观众聊天互动，剩下的时间则是让乐手和 Q 粉丝合唱。实际个人演唱的时间可能只有30分钟，让不少粉丝爆气，当场喊退票，愤然向南京市文旅局抗议，要求给个交代。不过也有不少歌迷出面还价，表示这场演出取名为“梦见徐美静见面音乐会”，不应该用演唱会规格来看待。事实上，徐美静因患有思觉失调症淡出娱乐圈多年，没想到这次演出竟以这样的形式收场。做梦。